安区农会发起着公益活动，要免费送出着一千份限量的金针米的钱筒啊，要号召民众甲机关团体，大家做伙来做好心。但库隆会要送大家一千份限量金针米钱筒啊，希望找民众各机关团体做伙加入一年的公益活动。可以把大安这么好的我们农民做的产销履历的安全米给大家来享用以外，另外可以用这个金砖的铺满来帮助我们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民众只填表单啊，就会使摕到一袋金针米，剩的包装会使变作钱筒啊。累积到一定的金额，阁会使捐予社福机构，都会使阁摕到一袋金针米，在地大安国中第一时间嘛热情来响应。让孩子知道说我们的善念呐、啊，可以借着这次的活动传递下去。各县市的民众拢会当报名来参加，做伙加入爱心团，让这个社会更加温暖。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